现在这个沟通的行，他因为都在家里了，他不想别人拉他不愿意走。真的吗？因为他就一定拍照了，他不愿意走。走吧，董事长，走吧。是那个，是的。我的娘呀，这弄大驴子了，我这个天！这娘个遭苍蝇生蛆了都。是的，我的妈呀！这总弄的是大爷在这。这个在沟他是那个，在家子，有他老叔给他儿子拿去，他儿养的狗上城里了，把这个狗呢都搬给老叔了。老叔呢，一往他身上长那些什么疮什么的，他以为他喝不时间长了。怀疑他呢。那你怪长时间了？那好几年吧，我也记不清什么大爷有几年的。啊。这个老头呢，也因为他能带老头。投了死了啊！说他俩也觉得看不看无所谓了。近几年他都慢慢的，这个老人家都显老了，还剩了一个老头都在这。老头也先走了是吧？去世了啊！去世了。这都是他家是不是？这家是的。他平常就是满处找点东西吃的。那就搁庄里边儿。搁庄里在家找点，在家找点呗。他就是光拿油子吃点是吧？就流浪了。牛好，这生苍蝇了都。那是生蛆了，那确实。你看这个肿瘤都多大了？这确保得好几年了，这都得。这是好几个。牛，那不知道体内还有没有了？他这个。现在这个沟通的行，他因为都待在家里了，他不想别人拉他不愿意走。是的，对，你不沟通人性吧？是的，沟通人性。慢点啊！这都梆梆的了。我尿，这都磨破了都。注意啊！哎我，臭哎！跟多多那都一样的都。平时你看也他看不见了，都搁肚子底下的这都是。是的，比多多那个还严重了，我感觉。你看这进的都是，这是虾，我的娘，你多大，硬了吧？这都是进的虾，慢慢的行吗？我慢慢的哈，注意哈，注意，塞牙了，慢点哈，慢。你小心了，小心别叫妖精，这一般别人动他不跟走。他不走是吧？对，他不爱走，他都这个没法沟通人性，他都在住家他不愿意他拿去。慢点，塞牙了我看。你注意啊，注意，你可得注意。来，好，干啥了？这不就是多大了？要不然我找你。不让碰啊。要不然我碰了。扭。哎，这是老狗了。这得怪长时间了。好几年了，多大家伙了，这溜达，我的娘，都生蛆了，这夏天这天多的。你们这苍蝇一个劲的，我拿绳子一把。行，你去拿一把。能起来吗？起不了。转起来行吗？起来行吗？行吗？你小心点啊。对，能起来吗？呦你起来都喘了。怕他咬到我。就是慢点。
你觉得白熊？走，来，慢慢走。牛一滚一滚。是的，牛，他就一定拍照了，他不愿意走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你搁这你不那个呢？你比瞎了第一多。是的。你都没有命了。走吧，跟俺走吧。娘的，也是老狗了。唉，同人性，这越是老狗越懂，他越不愿意。你看，走吧，走。嗯。哎，对，走，走，走，慢慢走，走。那走，咱不搁这坐行吗？还是不愿意动。哎，他还是不想走，他还是想搁这待着。他现在那也疼一下吧，估计不愿意弄。是的，一般人都说狗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的，都是他们死家临死前都是往家来的，都懂。跟我们走吧，走吧。他还是想爬个这哈，你看还是想在家门口。这我反正抬这个抬抬走，抬给他抬走。抬走。你这刚才你这天越来越热了，走。本来都生虫子了。对，走，啊，走，走，还不愿意，还是不愿意，还不愿意，走，你给我那个，我给你拿的，我给你拿的链子，你看，嗯，你看那个，你看，走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，还是有希望的，对吗？现在就是神经质量还不大，甚至到对，现在是拉肚子破溃。他拉肚子跟肿瘤有关系吗？可能会有一部分啊，剩下低下了。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，这个位就很危险了。对呀，白细胞都已经爆表了，不那么高。